高粱酒、日本清酒，哪一个是酿造酒？高粱酒。下一题。香火兴盛的烘炉地位于新北市的哪一个行政区？中和。正确。知名汽车品牌富豪汽车源自于哪一个国家？瑞典。正确。动漫《七龙珠》当中龟派气功是谁发明的？龟仙人。正确。知名骑兵礼盒红帽子来自于哪一个国家？日本。正确。台湾最长的河流浊水溪最后注入哪一片海域？台湾海峡。正确。卫福部国健署提供孕妇几次免费产检？十次。正确。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英文缩写是什么呢？ CBBL。 正确。味道怪异的蒸鹿丸最早是哪一国人的军用药品？日本。正确。高雄市的新崛江商圈位于哪一个行政区？新兴区。正确。正方形的回收标志箭头是向内还是向外的？向内。正确。美国的科技要地矽谷位于哪一个联邦州？加州。正确。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当中花木兰的丈夫是谁？李翔。正确。巨无霸客机波音747原产地是哪一个国家？美国。正确。三丽鸥官方表示 Hello Kitty 的血型是什么？ A 型。正确。时间暂停。怎么样下线还有这里刚刚的龟仙人吓死你而且是假的，他们两个好像就是以前那个默剧，有没有？一个用手在后面拍，一个用嘴巴这样。是对，而且你们两个很厉害。你们比他多做一题嘛？就是清酒跟高粱，哪一个是酿造酒？清酒是酿造，用小米酿造。对。然后高粱呢，是高粱去蒸馏。蒸馏。算蒸馏，制作方法不一样。你们多答错一题。可是你们秒数还赢他们，对，而且中间那个直棒的代号，你还有时间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你很厉害。那现在是62，你们是63秒。那你们回去也可以看一下播出，就知道你们刚刚那答题那种嘿嘿哈哈那种，那个嘴脸有多讨人厌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火力加一，对，好不好？要光时刻了，对。刚刚有一题啊，可以跟大家历史科普一下，我们常在老人家常常在吃的那个蒸鹿丸啊，蒸鹿丸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的蒸不是真实的蒸吗？对啊，其实它以前的蒸是出蒸和蒸鹿丸嘛，他以前的蒸是出蒸的蒸，就是打仗出蒸。哦，那个是日本人在以前日俄战争的时候，他们的士兵去外面作战，很容易受到传染病啊，或者是落晒一些感冒不舒服，他们才。我老婆常吃啊，真的假？现在还在吃哦。少有啊。那今天有带来吗？没有，又要吃，落晒哦。到底多少产品？我问一下。欢迎啦，我们都开放。反正就是日本人在那个战争的时候发现了，然后就给他就流传到现在。那以前的正是没是旁边加一个刺字边，打仗用的哈，正鹿丸。你有没有要换人？你一样可以保持两个哦。感觉怎么样？看你们都可以。还是你跟少谷一下。不用，是我，你们继续，你还是我？怎么了？马虎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不是我，还我想说你比较强啊，要不然他跟你来玩一下。没有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要坐满一节吗？还是说？好，那我们坐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再坐一回合吗？那我先小框，再小框。哎，小框，继续。哎，你们放着白白的冠军不用？没有，我不一定啊。啊？我说真的，上一次我觉得真的是运气。对，不是因为你上一次两个电视还我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这样，是不是还有吸尘器？好啦，我有加床，多香也有菜单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让他们，因为我怕少谷被他们俩拐亏。少谷跟他们俩画面也有没有不搭啦？不搭。对啊，负负得正啊，彩薇都这样讲，一定可以。对啊。好，那就来宾先来咯。接下来麻烦老师好好的出题啦，哈，请出题。英国知名的伦敦之眼坐落在哪一条河流上？泰晤士河。正确。电影《苍鹭与少年》是由哪一间动画公司制作的？吉卜力。正确。早期寻找松露用的猪是雄性还是雌性？雌性。正确。令狐冲是金庸哪一部小说的男主角？《笑傲江湖》。正确。唐朝绝代美女杨贵妃的本名是什么呢？杨玉环。正确。世界知名的哈佛大学位于美国的哪一州？ Massachusetts。 正确。酸甜可口的草莓是依靠哪个部位进行繁殖的？Pass。 下一题。百鸟之王凤凰哪一个字代表雄性？ Pass。 下一题。缓解经痛腹痛的合谷穴在哪里？ Pass。 下一题。电影《第六感生死恋》饰演女主角茉莉的是谁？Pass。 下一题。白令海峡位于美国跟哪个国家的交界？
pass。下一题。成语"举一反三"出自于哪部经典？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正确。中国的九寨沟风景区在哪一个省份？四川。正确。由画家陈澄波是台湾哪一个时期的艺术家？ Pass。 下一题。直布罗陀海峡分隔了摩洛哥跟欧洲的哪一个国家？ Pass。 下一题。兵法当中的借尸还魂记录在哪一本兵法书当中？ Pass。 下一题。三寸金莲一词跟中国古代的哪一个习俗有关？ Pass。 古传鸟。时间到。快你个头啦。你从头到尾 Pass 干嘛？你不会乱但是默契很好。哎，凤凰哪一个是雄性？哪一个？黄黄吧，黄啊，黄吧。他是问雄性，雄是凤。凤啊，啊是凤。凤是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我跟你讲，会猜错位啊，会猜错。我们怕啥？我跟你讲，凤凰麒麟都是一对一对的。对。所以凤是公的，凰是母的，麒是公的，麟是母的，凤凰麒麟。但是。但大家没有讲那么细，因为很多女生的名字也叫凤，什么凤嘛？对啊，很多男生的名字也叫林，你懂吗？所以凤凰跟麒麟有没有？对，麒麟王麒麟嘛。哎，不，不是那个，对啊，对。对啊，孙翠凤嘛。对啊，对啊。但其实凤是公的，然后林是母的，这样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好啦，那我们还是要很遗憾的宣布了，这一组哈表演100分，100。那答题还是遗憾宣布失败。失败。谢谢。好。